权志龙向军方请假参加姐姐婚礼，权多美与丈夫热吻羡煞旁人。10月11日，韩国 BigBang 队长权志龙的亲姐姐权多美于首尔举办婚礼。新郎官金敏俊现年43岁，是韩国知名男星，曾出演《我的野蛮女友》。为了参加姐姐的婚礼，权志龙特意向军方请假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他在婚礼上比较严肃。婚礼开始时，权志龙的父亲挽着权多美的手走向舞台中央，权爸爸戴着眼镜一脸笑容。当权多美走到丈夫身旁后，权爸爸将女儿手交给新郎官金敏俊。一对新人在亲友祝福下完成婚礼，权志龙和姐姐权多美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长大，姐弟俩关系融洽，被韩媒誉作是神仙姐弟。至眼下，权志龙冒着被地设 diss 风险请假参加姐姐婚礼，可见其姐弟情深。